冲压加工包括弯曲、剪断、超引等不同的加工技术，每项作业看起来都像非常简单，但是不论是哪种冲压加工，如果不了解正确的加工原理、材料特性、冲压机械甚至模具基础，是无法做出精度高的产品。本系列录影带的目的是要帮助你达到安全且高效率的作业，并且制造出精度高的产品来。冲压加工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材料切断为适当形状的剪断加工，第二种是将板材依照预先决定的角度做弯曲的弯曲加工，最后是将板材压挤成圆筒形或绞筒形的抽引加工等等。冲压加工的历史由来已久，以前剪断作业乃利用剪刀，而圆筒形容器的加工是以铁锤锤打，并采用敲打钣金的方法。换句话说，以前都是靠技术纯熟的技工用直觉和手工来完成。但随着对材料特性的阐明、加工原理的认识，冲压技术逐渐演变成可以有效加工并制造出品质稳定的产品的现代机械加工法。